你是不是共产党？我现在问的是你。莫名其妙，我怎么知道？有心的人自然听得懂。我听不懂。那请你坦白的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？ 目标取地图的那个人是谁？云静，你太过分了！我真没想到你在怀疑我呀。当然，也可能是处座指使你过来试探我，但是有这个必要吗？你误会了，这不是处座的意思。 无论你是不是，你现在告诉我实话还来得及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可以救你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今天晚上这个内奸一定会现形。无论你是不是，我都不在乎。我在乎的是你。 如果你这是玩笑的话，开的不是时候。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你知道我站的位置吗？我接到的命令，不要说出来。处座怎么吩咐你，你就怎么执行。不后悔吗？赶紧走吧。我接到的命令是发现目标，务必击毙。 不惜一切代价截获成方图。徐太太，您说，咱还玩吗？怎么了？肚子直造反？单太太，您今天首饰赢了钱，就想先吃饭了？ 可不是，我们还收着呢。你看我，打完了再吃吧。也不差这一会儿啊。哎，都打了，钱都快输光了，我要回去做饭了。哎，别！这吃完饭还得接着打呢。你这都走走走走。你影响了，你接着打，这都几点了？我回去做饭了，不打饭。不行不行，不是你打的饿吗？哎呦，你要干嘛呀你？别闹了，咱们先把牌捡起来，好吧？先把牌捡。 这儿有一张呢，哎呦，行了，来，咱们还是把北风圈打完吧，好吧，快点，哎，这少张牌呀，这个。 少一张牌，不会吧？怎么会少了呢？哎呀，快找，找几张，找几张，少了一张牌呢。哎，是少张了呀，都看过了呀。你看看，徐太太，你们家还有另外一副牌吗？哎呀，没有了呀，我们家只有这一副牌。要不明天我们再接着打吧，我再去买一副新的好了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哎呀，尚太太，来来来来来。 今天就算了吧，明天啊，保证陪你玩个痛快。哎，行行行，算算算。徐太太，我先告辞了。啊，乔太太，那路上小心点哦。慢走，太太太太，不好了，你怎么了？少爷的病病又复发了。真的？你瞧太太，你不能走，你做过护士，小天佑最喜欢你，那帮帮我好了。对不起，太太。小天佑，怎么了，小天佑？ 救救他们呀！救救他！这没病呢，快喊撤呀！现在去哪里找人呢？他们都有公事，早上去哪儿？他也不在家呀。
了，你们先别慌。尚太太，你给红十字会医院打电话，让他们派救护车来。他们电话是55761，记住了吗？哎，徐太太，你先别急，待会救护车来了，你直接跟小爹去医院就行了。乔太太，陪我一起去吧，好吗？我一点都不懂，心里没底啊。谢谢你了，帮帮你姐姐，救救小天吧啊！韩明说行动一切正常，行动目标正在往车的方向移动。对了，太太说少爷病了，说让您过去看一下。现在哪顾得上那么多，你跟我太太说让她在那守着，办完之后去接一下谭明。是。会不会再发作就不好说了，还有我这里还没有他能用的药啊。药我家有啊，还是美国药呢，上次没用完，我真是糊涂了，我去拿。哎，徐太太，你去哪儿啊？啊，我回去取点药。哎，你不能走，你走了孩子咋办啊？哎呀，你帮我看着点吧，谢谢你啊，我走了。哎，徐太太，现在林静已经开始怀疑我，虽然他没有向处所汇报这件事，但是他能保守这个秘密多久，我一点把握也没有。他在，这条鱼一定会成功。有什么办法可以拿走毛巾，让王银香知道这儿有危险，不要让他带土给不老虎？一定要取消行动。白毛巾，这共党的安全信号选的可真不错，这鱼饵挂上去了，鱼饵该上钩了。几点了？7:30了。雷天长，你怎么有点心神不宁？没有。哦，太熬人了。你要是熬不住啊，我替你顶会儿，你睡会儿啊。我看你熬不住了，你眯会儿吧。我是真熬不住了，兄弟，辛苦你了，我眯会儿。
有情况？没事。敌人心脏里的钉子，我们早一天完成任务，敌人就早一天灭亡。谭亮，到，把毛巾挂回去。连武，是，让人把尸体抬走，血迹擦干净。是。接下来，一旦王迎香被捕，我也就暴露了。我们俩不仅面临着生命危险，更重要的是，城防突将落入寻出手中，组织上交代下来的任务就再也无法完成了。怎么办？想什么呢？我在想啊，这共党的地宫会不会来了？他肯定会来，等着瞧好了。天成，有心事？没有啊。嗨，你瞒不过我，是不是为了跟林小姐的事心烦呢？哎，你们两个之间呢？我看着都累，我劝你啊，不如想想办法，让弟妹离开沈阳，你和林小姐不就可以？几点了？7:50了。哎，天成。你没带表啊？都问我好几次了。我压根儿也没表啊。这表不错啊，
劳力士啊，哈哈，这是东北银行周老板送的。哦，喜欢？哎，君子不夺人所爱。爱？我爱的太多了，爱得过来吗？带走。那我欠你个大人情。嗨，这话可就扯远了。咱哥俩谁跟谁呀？这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一个劲儿的犯困。这刚才这一折腾啊，更困了。那这人情我从现在开始还，你继续睡，我帮你看着。那就谢谢兄弟了。客气什么？哎呀，少民，少民。就是那一劫，藏得够深的。少爷，你别过来，站住，挂过去，听见没有？你误会了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少废话，我没误会。真他妈不给我长脸呐！枉你我兄弟一场。啊！挂过去，听见没有？别激动。给点钱吧，给点钱吧。
烦你再快一点，快点。小军，不是，你怎么了？乔连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老尚，你没事吧？老尚，醒醒，快醒醒啊！老尚，醒醒，老尚，醒醒啊！哎，袋子要我拿回来了，这次用过的，老林呢？出来我看一下。哎，谢谢啊、哦嗯。哎，乔太太，你上哪儿了？你回来了啊？那个，我看小天睡着了，我想起我们老家有一个治哮喘的偏方，特别灵，就是把梨掏空了，里面放上蜂蜜，一吃就有效。真的？我就去买了点梨和蜂蜜，这大半夜的特别不好买。你想的真周到，谢谢啊。谢什么呀？应该的。来，给他试试啊。怎么了？我打了个盹，一睁眼就看见上品，把手伸出窗子。把白毛巾拉了下来。上品，是，我也不敢相信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弄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先不管这些，这次的主要任务是接住共党的联络员，把城防图接回来，把毛巾挂上去，接着等。是。周总。我办事不力，把人给追丢了，请您处分。林静，当时你在监室发现什么了？瞄准镜里只看到了一只手。不过带着一只金表，摘走了记号。你肯定？以姓名担保。这是什么？肖老板，上品的，我准备把它扔了。别扔。上品家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这是上品让我给你带的东陵八大件点心。哎，谢谢啊！来喝点水，老乔。哎，嫂子。哎，老乔，我们家上品这又干嘛去了？有任务啊？出公差。你说他这有事儿出门，你自己收拾东西不行，非得麻烦别人。哎，他多少回来？这个我不能说。这都嘛时候了，还执行任务？这个老尚是真够可以的。哎，哎，兄弟，你给他多带一点东西啊！知道了。我这次来沈阳啊，都没给尚品待几天，他总不在家。这次尚品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应该会很快吧。够了，那伯母、嫂子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那个办完公事，你让他赶紧回来啊！对，让他早点回来啊！好。处座，上面家去过了，没有发现城防图，肯定是转移了。这是上品的档案，我整理了一下，还有蓝色 pass 六个。蓝色 pass， 你的意思
东北饭店给鱼雷通风报信的那也是尚品干的了。我也不愿意相信。乔店长，这事跟你脱离不了干系。马店长，你不要乱讲话，不要说了，都出去。是，是。尚品啊，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宗柏，局总，听说你手下出了个内奸。是，现在仅仅是怀疑。什么程度的怀疑？有证据吗？证据倒是有一个。那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？彻查一下吧，查清楚以后我给你一个答复。别等了，杀了算了。局总，多事之秋，千万不能有妇人之仁，宁可错杀，也不可放过。我知道了。慢慢就好了。我知道谁是内奸，我一定会给他挖出来。朱总，朱总，都出去。是是。天朝啊，把他处理掉。亲手处决了尚品，心里一定不好受。他的任务是城防图，现在吴老红也死了。以我的判断，这个城防图啊，还在沈阳城。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给我点时间，我想想。出去吧。
吃饭吧，饭做好了。你都一天没吃东西了。天成，你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，你已经尽力了。做特工吗？听见外面这充满激情和力量的炮声了吗？你怕了吧？鱼雷就是鱼雷，到这个时候了还那么的自信。嗯，怎么样，最近过得好吗？还能怎么样啊？一个失去了自由的人，一个出卖了自己灵魂与信仰的人，活着跟死了还有什么区别？彭兄，你有勇气正视自己，说出这样的话来，那说明你还是个男人，我佩服你。行了行了，你不用恭维我。我看你们的处境不妙啊。何以见得？说说看。我虽然身在狱中，但我还听得见。哎，这报上说的也很热闹啊，什么固若金汤、胜利转移，纯粹是胡说八道。你们守得住沈阳吗？我看到时候你们一个也跑不掉。这就不劳彭兄操心了。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，我之所以把你关在这里，是为了有效的保护你。保护我？我现在对你们没有任何价值啊。你错了，很有价值。就做特工而言，你有很大的潜力，是个难得的人才。如果你就此消沉下去，那实在是太可惜了。现在的形势远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复杂。眼下我军不过是暂时的战略转移，这个游戏还远没有结束。我方会暂时的转入地下，而贵方也是暂时的转入地上。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，你彭兄恐怕要担当很重要的角色。不仅仅如此，你还要发挥很大的作用。为了以后你能够有效地发挥你的作用，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，帮你把毒瘾戒掉它。我知道，这对于你来说很困难。尽管我的方法很有效，但是最终能不能成功还得靠你自己。以我对彭兄意志力的判断，应该没有问题。其他的行动方案我以后会告诉你，现在我们就进行第一步，
先把你的毒瘾戒。目前的困境我已了解，当务之急是尽快将城防图送出沈阳城，我此刻的身份对完成这个任务有很大的帮助。63号，看来这沈阳城败局已定，守不住了。楚总，没到最后时刻，胜负犹未可知啊。识时务者为俊杰啊。行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楚总，天成一定紧跟楚总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我让你搞的名单搞到了吗？好，弄到了。记住了，对这些顽固不化的共党分子，绝不能手软。明白。马上去。是。楚总，现在在局里，我能信任的人不多了。破坏沈阳的计划，我决定由你和天成去完成。是。这是沈阳破坏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项，由你亲自去做。明白。给我记住，一定要把沈阳给我变成一座死城。
飘在空中，诺言犹在耳旁，你悄悄启程，诺言犹在。夜空。